南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的总和出生率为 0.76，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0.06。 通常新生儿数在年初较多，越到年底越少，今年只剩下约半年的时间，预计生育率很可能再下降。월별로보면3월출생아는 19,600 여명으로 20,000 명을밑돌았습니다1년전보다 7.3% 줄어17개월연속감소했을뿐아니라같은달기준역대최소치를기록했습니다南韩新生儿数低于死亡人数，人口自然减少现象已经持续了53个月。南韩政府预测，南韩总人口到2052年将减少到4627万人，比2022年减少10%以上。한때천만도시였던서울인구가약30년뒤엔700만명대로뚝떨어질거란전망이나왔습니다저출산고령화가지속되면서서울을포함한대부분의시도에서인구가줄어들것으로보이는데요南韩统计厅预测，约30年后，南韩各地区的人口数以前年的人口总调查为基础，计算了反映人口变动因素趋势的未来人口。2022年首尔人口942万名，30年后的2052年将减少到793万名。其中，人口减少幅度最大的城市是釜山和蔚山。부산의인구는330만명에서245만명으로울산은111만명에서83만명으로각각1/4넘게감소할전망입니다预测只有市中市和京畿道人口将会增加，特别是2052年，市中市人口将比2022年增加41%以上。2012년출범이후에공공기관이전이나공공주택의건설에따라서지속적으로인구순유입이되고南韩人口减少的趋势不可逆，预测支撑南韩经济的15到64岁生产年龄人口将在2052年，除了市中市以外的16个地区减少。越来越多人担心大韩民国可能会消失。为了解决低出生率问题，各地方自治团体都在思考对策，首尔市也展开新的实验政策。서울시가저출생대책으로신혼부부를대상으로장기전세주택공급을늘리겠다는계획을내놨습니다首尔市现行政策以多子女家庭为中心，供应长期全租公共住宅，现在降低门槛，扩大到无子女的新婚夫妇。서울의높은집값과주거비부담은신혼부부가아이낳을결심을하는데가장큰걸림돌이다이렇게이야기를해도과언이아닙니다首尔市分析，过去17年长期提供全租公共住宅的结果显示，夫妻入住后出生的子女人数比其他类型的住宅多。现在在加码奖励，如果家中有一个孩子，最长居住时间将从10年延长到20年。如果生下2名以上子女，可以以市价便宜1成以上的价格购买20年后居住的房屋。端出种种利多，就是要让市民住得起房子，生得起孩子。TVBS 新闻综合报道。